到这组图，真是留下时代的泪。2018年博笑超话的诞生，那时候才952个粉丝 ，CP 榜第107名，如今近400万加百香果，曾经 CP 榜上也是稳居第一多时，前三还是我们。2019最强应援，美国时代广场。这美国纽约时代广场，有人说来日方长后会有期，有人说青山不改绿水长流，我们想说请勇敢前行，继续闪光，百香果守护你们，顶峰相见。百香果到底多牛，听听这首歌就知道了。我叫百香果，曾经 CP 第一，那些惊天动地打榜传奇都不必再提，喊出我们的口号，伯爵一笑是真谛，爱信不信我们圈地自萌，2021还是牛逼，证据看不腻，花絮还有好多集，明明三分钟热度的我磕三年 CP， 我无视营销号，忽略22脱粉回踩，我们毫不在意，只看真主不离手，最后积分小秘密搭配时间线整理，努力脱坑怎料越洗越真，自己欠坑底，爸妈低调不撕逼，只求安静磕 CP， 谁能想到我们做点公益，哎呦我操，热搜第一 CP101， 有事没事都我们出来做做对比，蹭蹭人气放放狗屁，每天通稿铺天地，处处被提及，实不相瞒，我们永远的城还是只有占个薄底，追星很费力，现与时运孤味成与果子，三头六臂墙头蹦迪却乐此不疲，至于某些小团体，管好你自己，我们不用那么多戏，照样拿热搜第一，昨天难逃 copy， 今天就被攻击，咋地物理类于 CP 能不能独立，没有关系，果子很忙根本懒得理，我们不用那么多戏，照样拿第一，有事没事看帅哥大有裨益，突香打蛋快点糖，把握时机，心灵契合不离闪，从长计议，永远记得始终如一，战歌佛地。